爸爸妈妈都会觉得说啊，小孩现在在欢，他在闹，他讲不听，他讲不懂，这很自然，这非常自然，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在跳氧之前，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在跳氧之后，我可以跟你说，你可以有个更好的选择。哎，好像变成可以沟通的，你突然间觉得，哎，他好像长大了。其实就是你看对东西，用对方法，而这个就是跳氧可以带给你。跳氧呢，它是由迪贝尔 EQ 教育所开发的。这十几年来的时间，我们已经带超过4500个孩子，我们可以带4000多孩子从被厌弃到被崇拜的过程。那我们把这4000多孩子的整个教养的专业，还有背后的我们怎么去引导他的心理分析，所有专业知识，不管是儿童发展、儿童心理、行为改变理论或行为改变技术，我们把它融合在这跳氧里面。我们设计了一套演算法，那这个演算法它目前已经拿到发明专利。发明专利是必须去申请，必须去被国际确认过，这是一套全球第一，对于整个世界有进步，对于技术有突破，对于整个产业有贡献，才可以拿到这样的专利。你使用跳氧的时候呢，你只要勾选你看到问题，我们会透过这个问卷呢，直接由整个跳氧背后的专业资料库，我们帮你做很缜密的运算，告诉你你的孩子他是拥有哪一些特质的孩子。我们把所有的教养方式背后的智慧运作的方式跟策略，我们也都告诉你。我们让你可以在不用花10万个小时，花10年的功夫研读，从素人一直慢慢慢慢帮自己演变成专家。然后我们可以让你透过跳氧，在教养过程中你可以做到运用自如。你可以教你的孩子怎么样面对他的优势跟特色，而且怎么样适当的保留这些能力，适当的去管理他，然后把他练习跟发挥的恰如其分。我们希望透过这么做，我们可以教会更多的孩子学会更自信更自在的去管理好他自己的能力跟特色，然后旁边的人也都很喜欢，对，喜欢你发光的样子。这是我们希望透过跳氧可以传达的东西。